在富联的时候呢，我喜欢这里。莫山青椒板筋。现在在这里敷完脸之后，来这边做摇摆动作，还可以跟你心爱的人一起牵手做摇摆。然后可以做很多事哦，我们可以来这里舒活摇摆椅。或者是那边有一个美姿58，好，脊椎伸展。